你家老公蹦迪蹦到半夜才回来，就做这样一道鸡翅给他吃吧。五块钱的鸡翅在他身上打上花刀，放姜葱、盐、胡椒粉、十三香、料酒，抓拌均匀，腌制30分钟。先把鸡翅均匀的裹上一层生粉，然后再裹上一层鸡蛋液，最后再紧紧的裹上一层面包糠，四层油温下锅炸，炸至金黄酥脆捞出，实在是太香了，赶紧试试吧。